当当当当，吃美食时候到喽！我们从早餐一直吃到晚餐吧。吃起来呢，它是有很有嚼劲的，然后比较香，比较有味道，就是有很香很香的那个香料味之外呢，它的那个外面的皮也是好酥哎。吃起来的时候，它里面是软的，又汁的，它的那个其实还是香的，哦，超好吃的。这个星期天傍晚6:30，和我们一起好假。